基本上入射线跟反射线，对不起，应该说入射波跟反射波基本上几乎都一样。我们说这里说速度一样，频率一样，波长一样。我上课问过，你怎么知道速度一样？你还记得我问了什么教吗？为什么知道速度一样？返回原介质啊，返回原介质，波数值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啊，所以介质一样，速度就一样啊。那我也问过，为什么频率一样？为什么频率一样？那个是个蠢话啊！一秒钟丢五个球打墙壁，一秒弹球了，就弹五个啊！一秒钟丢五个球弹四个半，有鬼啊！所以丢四个弹十个嘛，六个弹五个啊，这频率会一样啊？为什么波长要一样？它波数等于频率乘以波长啊，它波数一样，频率波长就一样嘛，对，通通都一样，只有一个会不一样，谁会不一样？振幅，为什么？前面教振幅代表什么？能量，打到东西，能量会损耗，所以能量会不见、消失、减少，所以通常振幅会减少。其实它有个波形，我们波形现在国中不太教，我们不要管它。而且如果是直线障碍物，波形也不会变，所以记得都一样。波速一样，频率一样，波长一样，只有振幅因为能量损耗，所以振幅会变小。那有一些情况，我是希望有回音，要用回音来做一些事；有的情况是我不希望有回音，要减少回音。蝙蝠利用超声波不会教，然后发出来，然后弹回来，接受到回音，知道东西距离有多远。啊，不会撞到，就是我希望我利用回音，然后呢，这个跟蝙蝠差不多是声呐，也是一样，可以去探测鱼群，可以去探测海底的地形状况，啊，这也是我利用回音。然后传声筒，我们讲过这个传声筒就是那个像磁棒、加油棒那种，不是插电那种，不用插电，说加油棒那种。对着他讲话就会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是因为他用的形状把声音反射变得比较集中，所以可以传得比较远。上课也放过一个功夫的影片，各位看一下吗？那个狮吼功的，就是这个。他学过物理，物理学不错，知道他会把声音变大声。OK， 这都是我想利用回音的。那也有我不要有回音的。音乐厅会利用的厚重的布幔或凹凸的构造吸收回音，我讲过了嘛。虽然号称叫做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，显示音乐的美妙，可是你在音乐厅里面真的给你余音绕梁就完蛋了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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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不完了，后面就不用了，要所谓残响，一定要残响，不可以有那么多的残响。不必要的残响，所以要把它吸收掉，所以要表示要我要避免回音，所以有的情况我希望能够运用，有的情况下能够避免。以上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关于回声的部分 ，OK。